什么？读武专很无聊？在树人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发生呢？在树人艺专的美食街设有酷毙舞台，还有哀秀客厅，可以让学生随时的展现他的才艺。除此之外，学校还办理了很多班级的活动，像是爱国歌曲比赛以及合唱比赛。哦，当然各科自己也会举办一些班级的球赛，篮球、排球等等，来凝聚班级的向心力。除此之外，最受学生欢迎的就是我们的耶诞晚会，还有我们的毕业晚会，还有我们每年的运动会表演，都非常的精彩。所以还要说读武专很无聊吗？哦，快点来树人跟我们一起参加嘉年华吧， Rock and Roll。